鱼吃包我拉菜价吼，欢迎过来介绍，介绍咱的像的，同款又同款水吼，即只咱马场的安尼长隆隆哦，甲这个铁公牛要平长啊，那噪音啊咧也悬了咧哦，真正有赞的咧啦吼，从来看到这标准的咧，这正港中国小姐的地价，重点搁有气的咧哦，这位马上是歌坛新秀啦吼，我嘛第一摆看到的咧哦，今日为着要咱家好朋友一个新鲜感，所以我特别邀请到咱的台南嘉义那边的市人过来跟咱吃啦吼，包括我嘛拢第一摆看的较济吼，好啦来，恁即摆来个邀请，邀请到咱这个月儿。你嘛有柠檬，一人像柠檬，柠檬较好记啊。我有草莓，嘛有柠檬，你知道无？嘿，你叫做啥物名？月儿像柠檬。哦，月儿，莫遐长，我咪柠檬啊，柠檬好啦吼，你干嘛叫月儿啦吼？嘿啦嘿啦，拢盘水果盘出来的啦吼。哎呦，第一摆看到，佫袂歹安尼吼。是诶，是不敢听。啊，无呀，嘿，我都袂用甜。哈哈哈！我拢是水的啦。我就穿着这种旗袍，啊，有这种身材啦，啊，你穿这个短啊，穿这种旗袍真正是好看的吼，不一定大家走穿旗袍拢好看，我若穿旗袍就不一定好看安尼啦吼，嘿。袂啊，这阵你身材嘛足好诶。啊，安尼哦，啊，算你有眼光啦，嘿啦，诶，我这我那前途好俏的吼。有影。好啦，啊，若学落就用唱歌，我想你若无敢学落，我就无必要你唱啊吼，嘿。好啦，但莫叫惊着我这新查某吼。好啦，你要唱什么歌啊？今年一定会好过。OK， 来，杨真的咱有气的辣妹，特别介绍给咱好听的歌曲吼，来，慢慢来欣赏咱的歌坛新秀。